不要急，慢爬。老铁们，今天又来了这么多硬派越野车，来挑战截图坡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的表演。首先上场的是奔驰 G 五百。G 五百啊，改装了一套轮胎。走，没问题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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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上。很轻松的啊，这个啊，大 G 的三把锁还是很厉害的。福特小猛禽，慢跑、啊、一定要慢跑啊！福特小猛禽啊，改装了285/70/17的轮胎，福肯的护板啊，前面是六个，应该是八个巴哈的灯啊。油门稳住，油门稳住，稳住。油门稳，不要一加一放。对，油门稳住。稳住。这个限滑，对，你要让它出来，让它限滑出来。方向往右打来。熄火了。转的转的，没开锁，因为没开锁是这样的。可以不开，来上，方向往左打一点，再往左，再往左，来了，马上就来了，稳住，稳住，对，好，上，稳住，不要松啊，好，方向往右打点，如果你觉得吃力啊，如果觉得吃力，就把锁打开。坦克三百，中东沙漠版的减震。把前锁打开，因为你前面的行程实在太小了。慢慢爬，慢慢爬，不要急，慢慢爬啊，越慢越好啊，越慢抓地力越好。Jeep 牧马人，牧马人要求不一样的啊，就是不开锁啊。啊，牧马人就是厉害啊！今天第一次见到福特烈马出来攀爬。把前锁打开，防倾杆没断开是吧？哎，防倾杆断开以后，你可以先不开前锁试一下。它有对讲机的，方向往左打一圈，哎，再试一下，还能往左吗？还能往左再打一点，对，好，稳住，油门稳住。你往右打死倒一点，还是锁好用啊。慢慢上就可以了啊，你高度都够。坦克四百，坦克四百 Hyper T 啊。哦，真牛逼。可以可以，这是开了几把锁？丰田 LC 七十一，停停停，不要急啊！这里你再怎么开，再怎么开不会翻车的，啊，因为你轴距短，最好是开锁啊，最好开锁，两把锁都打开啊，啊，两把锁打开，要把离合器放掉啊。你的扭矩够大了，低速市区啊，
对，就这个速度就可以了啊，这个速度就可以了。SUV 爬的地方你怕什么，对吧？请问老铁们，这么多越野车，你最看好哪一款？好漂亮！今天让我们来感受一下来自大 G 三把锁的压迫感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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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！稳住就可以了啊，不用太快啊，稳住就可以了。你先试一下，对，翘不起来了，走。走，没事，走，OK， 过来，往右上，往右打死，你要往左边点，不要像我这样，像我这样，等一下。这个大 G 感觉像是开牧马人的，技术这么好。好，对了，好，就这样上啊。对，稳住，往右，你看，马上往右。刚才跟你说了啊，不要急着方向打过来。对，就这样走，走，不要急，慢爬，走，没事，就蹭了一点点啊，走，继续走，走，来，这个时候方向往左打过来，来，往左打过来。继续，锁开了吧？没事，会上来的啊。方向打过来，往左打过来，让车头摆过来。对，就这样，加油。没事，走，
不要怕，走，好，上来了，好，慢爬，慢慢走啊，现在已经能上了啊，慢慢走，慢慢走啊，慢慢走，够，目前够的，走，走走走，远着呢，还有30公分，走走走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能上，磕不到，磕不到，来上，脚上去，对，油门小一点，油门大了就打滑了，往右打，往右拐进去，往右拐进去，啊，我怕你磕杠啊，往右拐进去，继续往右，对，好，漂亮，对。好漂亮